好，各位旅客大家好，这边需要先让19位武汉的旅客，然后接受边防接受检验的那边测体温，然后其他的旅客先坐在客舱里，不要乱动，等待边防等待海关的通知再下客。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发那个健康声明卡，需要大家填写。上飞机票为什么不给我们说？能这么坑别人有意思吗？各位旅客大家好，这边需要先让19位武汉的旅客，然后接受边防接受检验的那边测体温，然后其他的旅客先坐在客舱里，不要乱动，等待边防等待海关的通知再下客。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发那个健康声明卡，需要大家填写。上飞机票为什么不给我们说？能这么坑别人有意思吗？